手一双一双握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怡农走进市场扫街，身段放超软，马上成了师奶杀手。哇，人家个少年啊！我走路听到你名，我就替你加你话。吴怡农清新形象，阿公阿妈很买单。第一次自己走进市场拜票，就挑战中山区最大的滨江市场。试水温也有拜票小配包。今天来跟大家自我介绍。希望大家支持。那同时，人家也在做生意，所以尽量不要干扰，不要妨碍人家。先买一五天，那二十几个市场，尽量的跑。不管天气如何。吴怡农脚踏实地跑，要追上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基层优势。脸书上也对民众党发动攻势，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频频对陈菊人身攻击。柯市长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领袖、政治人物，有这种影响力、有这么多支持者的政治人物，应该是带头做个榜样，然后让我们的政治竞争维持是一个良性的政治竞争。吴怡农投入立委选战，清新形象搭配亮眼高学历，成功引起讨论话题。接着锁定陆战，用双脚扫市场，加深选民印象，同时也掌握时事议题，陆空合击，投入选举第一战，就要紧紧抓住支持者的心。欢迎收看林敬亭、张元春台北报道。